没错，所以看，但是这一个策略在上一场抢三的时候已经全部展现出来了，现在就看魔王这边会怎么调整，跟右刚可能有准备什么别的东西。是。好，第一次，我这边 Perry 直接架到要干了。没有错。被 Perry 架太久要干掉了。对，魔王这边也改得很快哦。对，前面知道你怎么做之后，后面开始完全改了这个习惯。你看，又放假的，完全在骗你的动力槽。对，有跳入成功，绿光补摔一下，是动力槽见底，不能再绿光了，啊，被打干，哇，打干了，这个灯已经结束了，对，这不好，这灯已经结束了，虽然错位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一样可以稳稳的带走。对，打 JP 就这样，如果他血领先很多，你又被打干的话，基本上这个灯已经宣告结束了，是。哦，绿冲进来有连段没有补到最好的，对，冲进去又被推出来，跳路被跳了，这边竟然选择跳路，是 JP 竟然跳对手啊，这边跳对手，这个判断非常的猛，往角落压，放了一个 OD 的双裂缝，哇，连续插两下，我带来一身，哇，魔王现在状态正好啊，对，完全打不进去。而且不止打不进去，魔王这边转手围攻的时间点还抓得非常非常的好，是这个形态切换得很自如啊，对，形态要进要退都处理得非常好，没有错，对空之后，哎，右刚的动力槽又剩半条了，是绿冲中段摔走一次搏杀，对，持续抓一个中距离哦，毕竟 JP 最弱的就是中距离，好，对空，好，来 ，T C 确认放倒进角落，对空，真龙漂亮，好反应。再把，对，有选择，挡到一气，这是安全哦，这是安全哦，对，不能确反的。对，魔王很阴险哦。当 J P 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，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招可以搞他的。是。好，你冲过来，前动手，推开，打波德打到，把裂缝取消掉了。直跳路被对空，冲进去了，双手游连段，可惜带错连段，对了，一气直接带，漂亮，右刚击破了魔王的防守，没有错，中距离下路要打到补连段，很好，哇，可惜掉了连段，好 ，OD 破杀 ，OD 破，动力冲减员。真龙拳冲上去，啊！撞到被摔被当真到，被推远，怎么有点痛？全资源脚下去三期惩罚，想要大量的伤害，动力槽又见底了，最严峻的情况要发生了吗？对，直接被打干，啊！按到 Perry， 啊！多按了一个 Perry， 是那个 Perry 就绝对不能按的。好，搏杀，完美 Perry 接下段把这个放，哇，这个凹，对，防到凹，厉害厉害，对，补连段，好，再次发波，好，你冲过来点了一下，怎么做？右刚现在角落动弹不得啊，好，对面漂亮，是，这就是。这是魔王最强的地方，可以在角落给别人很大很大的压力。应该说 JP 这个角色角落只要有机会可以偷到，应该说放到 OD 裂缝的话，对手压力实在太大了。没有错，凹得漂亮，但还是会被炸。对，哇，飞得好高啊！我凹你一下，你打我三下，好像哪里怪怪的，不太划算。又被打干了 ，JP 的游戏时间是，对，攻想要跳也没门，什么事都做不了。推在外面，完全不给机会啊！这边是有，因为推手对 ，Paris Hunter 裂缝一放，这个血量好痛苦，裂缝跟下段的鬼一起到，直接把对手打倒了。是，而且魔王又来到了赛点了，来到赛点了，推走，右刚还有招吗？对，又被退空，我进不去，好痛苦。哎，进去了，绿光进去。好，来了，不能把你放走，绝对不能放走，一出角落，升龙漂亮，升龙漂亮，
对，这个时候魔王这边也改得很快哦。对，前面知道你什么做之后，后面攻，速点输了陆克。对，打到这个节点段绝对不能放走。对，想要延迟点哦，这边魔王先点了回来哦，这判断非常精准。SA 吗？没有，留着打最后一个灯，这个灯先稳稳打就好了。对，那OD是游戏结束，亮铁刃，太强了，魔王。